前面连嫁两个女儿，爸爸后勤补给也会做得不错，我迅速再补上两枚，如果有合意的对象，那我自己还可以再生两个，保证让大家耳目一新。你很有哈、哦，宪哥接吴珊如左人进度，放话再生两个。那微微姐可以杀一个？没有，他到教会去了，他都在教会。祷告，啊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看得出来，宪哥还是一名猛汉哦。2月12号，他和温岚同台，宣布开设新的网络节目《天王到你家》。他们特地选定一个，那个在台北市呢非常适合开记者会的地方，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，也就是路西派，在这里出事的。我昨天很生气，儿子，你有在乎你爸爸的感觉吗？他说：“爸爸，我有在乎。”有问题吗？有其他什么问题没有？姐姐一直认为说要给他机会，所以我后来我就决定真的给他机会了。生养交配嘛，所以我因为热爱路西派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四个字，逐出家门。你只在乎你自己。为了上月29号才完婚的三弟吴珊如，还出动了点钞机支援收银呢。好像很多好朋友都包很大很大包，婚礼不是拿来赚钱用的啦，所以没有去算计啊、哦。一个婚礼啊，总共有多少的红包？但是我知道蛮多啦。对啊，男人好像结完婚以后，三弟就去看车子了吧？现在知道他有多不好驾驭了吧？啊？没啦，啊，真的、啊，哎呦，不，落后，这种事情落后一点好，不用那么快了，干嘛？2023，宪哥要当外公了。我是张维忠，我也会这样猜啊，因为那个 Vivian 也差不多该生小孩的年纪啊，他不是艺人 OK 啊，所以应该是 Vivian 几率比较大。白痴才办婚礼、啊。办婚礼是对世人一种宣誓，我们结婚了，给我们幸福，将来你要不要负责任？这两年、三年、五年离婚了一大堆，所以不要，你就先怀孕。你跟我妈讲的一样哎、欸。对，你对，讲都一样，我也是爸爸，对不对？白痴才办婚礼。Hello， 三立新闻网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李仁。在新的一年，我祝福大家虎年行大运。大家都虎虎生风，身体健康，虎年大吉，火力看大金，新年快乐，年年行大运。新的一年祝福大家虎年行大运，在虎年也祝大家虎虎生风哦。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事事顺心，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。新的一年祝大家虎年行大运，吉星高照，好起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